天使可可，那今天可跟大家介绍这款游戏，可以说是非常应景哦。刚刚好这个礼拜呢，就是我们的万圣节。那如果说到万圣节，大家应该都想会想到就 trick or treat， 就是小鬼啊会到处挨家挨户的去讨一些糖果或饼干。那当然啦、啊，也很多一些大朋友们也会去参加一些变装的舞会啊，然后把自己打扮的奇形怪状的。那在这一次，阿 K 也推出了一款跟万圣节有关的游戏哦，那就是 Custom Chris。那这款游戏它其实比较偏向就是美式风格的一个 RPG。那它虽然是小游戏，不过它做的非常的精致哦，我们。马上来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OK， 我们现在进入了就是那个 Custom Chris 的游戏画面。OK， 那我们先进。因为它其实它就是是以一个万圣节为主题的一个故事。那刚刚好这一拜就是万圣节嘛，那所以大家也可以应景来玩一下。现在玩家呢要选择，就是因为他现在是一对双胞胎嘛，那你的妈妈要说他们两个要一起去结伴去那个 trick or treat。 那我们现在要选择你要男生还是女生，那当然我就先选择女生啦。太好了，OK， 那我们现在身上已经换上了装备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我们要去，就是要去跟人家 trick or treat 的时候，他们要糖果的时候，身上都要奇装异服。然后其实大家有时候会是打扮成自己想要或幻想的一个对象。男生，现在我们这个应该是姐姐吧？她身上呢，她就穿的就是像那个机器人的服装。那也可以，我们看到这个地图里面，我们现在一样是用左的那个左边的那个类比键来进行移动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到第一家，按 A 后，按 A 我们就可以敲门了。那你看他们在这故事中间，他们也是会一直聊天。那从聊天的那个他们的对话中，会知道一些是他们的。他们的一些家里的状况啊，他们一些精神状况。好，嗯 ，OK， 那我们其实，在游戏里面，我们会收集到各式各样的一个是他的收集品。那我们再可以按 Y 来进行检阅说，说哦，因为他左边的话就是他的那个任务。那右边的话，它就是会有，我看一下，按 RT， 这比较特殊要讲的就是，你看啊，它现在把它框起来，它就是表示这个什么东西、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加在一起会变成一套装备。这个地方就是让玩家知道，你只要收集到这几样东西，你就会获得一套的那个装备。那总共里面，它除了里面等一下会出现的骑士，然后吸血鬼。然后还有忍者跟那个独角仙，独角兽啊，独角仙是长黑黑的那个不一样，独角兽是像马那个。好，那这玩家也随时来看他的这个 Nature 本，这是记事本，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消息在里面。啊，这东西其实蛮挡路的，挡在这边。那你看到我们在打的同时啊，都会掉出那个糖果。奇怪，怎么会在垃圾桶里藏糖果呢？好，那我们再看到呢，这里有一个宝箱。啊，有一个宝箱，
有没有？那我们要合成第一套衣服，就是刚刚我们穿那个机器人装，那是因为刚刚莫名其妙被那个机器人装被那个奇怪巫女给带走了嘛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收集另外两样东西呢，就可以合成到那一套的那个它这个机器人装。那它又会再有一个，就是有神奇的力量啊，再还有一个。还有，另外在哪？哦，这边。有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拿到了，有了，耶！哇哦，那你可以看到呢，这是它。现在他有身上有一个任务，那我们在达成他的任务，他头上有没有一张卡，有一张道具卡，就可以换到他的那张道具卡。其实在地图中呢，也会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类似的一个关卡在里面。那玩家呢，就必须要去，是 RPG 的乐趣嘛，就找寻各式各样的小的一个小任务，然后来进行游戏。OK， 真有一间了。什么？史瑞克！你要大喊，把弟弟还来！我们变身了。我这不一样的是，旁边看，我旁边有一个骑士加入我们的战局，而且这一次是什么啊？是魔法师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，这是我们在大绝招的那边，好像是一个曲奇派，就是一个饼干的形状，现在只有三半。那当我们等一下继续攻击之后，它会慢慢的 NA。我不要，等一下又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我们现在变，就是按一样是三。好，按 X 四。好吧，它攻击模式比较不一样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攻击力加倍啦，犯规。然后。你看，我现在下面着火了，可能每回合它都会进行扣血。那我们现在那个饼干啊，它那个饼干上面是它一格的，等它满了之后，我们再放可以放血。就是 B， 可是闪避啊，三哎，因为它刚刚，好按 Y， 它的 Y 是。他的 Y， 他的那个是那个耶，他的大绝招是防护盾。哦，完了！你看我那个女生已经快要已经死了，是。OK， 以上呢就可以本周刚刚介绍的 Custom Chris。 那其实这款游戏呢，你看出来就是一款就是美式的 RPG。 那当然 RPG 里面不可以或缺的就是它里面的一些道具的收集。那使用这些道具的收集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变成身上的一个装备。那一开始就是预设的话就是机器人跟骑士嘛，那当然到后期呢也会有那个吸血鬼，然后独角兽，然后甚至还有就是那个忍者。那当然每一种的装备呢，它都可以使出不一样的一个招式攻击，那所以非常的有趣。那如果玩家如果当天在万圣节如果没有任何的活动的话，大家也可以考虑下载来玩看看咯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